漂亮，翻上比较强，另外直板正手啊比较容易使劲，也比较灵活，所以这，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通过直板和横板来观察一下啊各自的优缺点。漂亮，好球，接啊一些就是新技术或者说是新的一些战术，新的组合有哪些贡献？一个接发球，你看就张继科这种球，他拧了。到正手位他也侧身啊，这个球来说原来是一种这一个容易，当然这个刘国梁教练就有一种预测，就说的现在反手能拧了，但是要有，但愿首先使用它的是咱们中国的人，你看这个球就是让你说直接得分了啊，再一个就是说原来大家可以回忆关注啊，哎你比如原来配对都是五板啊，能体现他们的对攻的这种实力，这个有机节正想在辽宁放飞，是今天直横大战是世界最好的三个直板取得胜利，还是世界最好的三个横板取得胜利？这个柳成敏和好的，能够赢一两个球，所以横板来说你要熬过前两板这种压力，平连中啊都会设一个像这个最佳表演。乒乓球队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创新的这个体系上，在竞争机制上啊，在对队伍的管理上，它都形成了一套东西，尤其就是说的尽量，我们领导也跟我们说过啊，你包括当时徐主任，现在蔡振华局长也说过的啊，原来啊，人家打我房子球，我现在以攻对攻，那这说的，我们就想办法，尽量的走在发展的前面。现在又提出是我们干工作的一种刺激跟乐趣。没错没错，听你这么一讲，我觉得这乒乓球这个奥妙无穷啊。一点手腕，啊，发球以前手指手腕能够放松，真正发球的时候，你觉得手指手腕在动。也不甘心，不甘心，漂亮啊。龙来说应该说出道比张继科要早啊，张继科也就这几年来说他就上升了，从马龙来说怎么样能够啊在大赛当中能够有更加强势更加稳定的发挥来说，对马龙是一个挑战，要达到最终这个目的还是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没错，掉一板，哦，好球，好球啊，这球打得太漂亮了啊，这是柳成敏能控制住这个发球，柳成敏可能又是一板抢攻，又来了，结果没有拉到啊，这样呢张继科和马龙就以11